着手拉魂场，站住就别晃荡，汉子一醉仰苍天，脑袋紧要上，炕上亲儿女哟，膝下跪爹娘，一根金针敢称王，神鬼都不让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哟，下手把咱闺女给吓死了，你看那苦命的闺女。知道，闺女，来，喝点药啊。事儿了，好好休息啊，闺女啊，再遇上好人了，哎呦，可把老爹吓回了。爹，爹，真爷啊，你对俺爷俩的大恩大德，俺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！哎呀，大叔啊，全怪我呀！我没管教好手下，让闺女遭罪了。老伯，我们虎旗军的弟兄个个都是堂堂正正的汉子，可不是那烧杀抢掠的土匪。你放心，谁违反军法，我们总指挥第一个不答应，一定为你做主。啊！我张疙瘩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这是头一回碰上你们这样的好人呀！刘秘书长，您可得替我们独立立做主啊！姓顾的他娘这个混蛋！勾结姓宋的王八蛋，搅得济南城是一塌糊涂啊！他还挑拨韩主席和老蒋的关系。不要再说了，顾志江跟宋文清到南京把你告了，连韩主席都受牵连了。你跟韩主席这么多年，韩主席有两大忌，你应该清楚。两大忌，第一忌。
他最恨自己的手下跟共产党有牵连；第二季，他最恨自己的手下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动兵。两条，您都齐了，这回您可犯傻了。老天呐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韩主席念你这么多年，跟他混得不错，给你留条出路。什么出路？啊，这军队的旅长你是做不成了，县长倒是可以干，全山东几十个县你来挑，认准了县太爷就是你，怎么样？刘秘书长，我当军人大半辈子了，在兵打仗还行，让我当县太爷，这有点乌龟变泥鳅，卸甲归田，没心思，请您转告韩主席，跟他说，他的心意我领了，就当我是闭门思过吧。好，那我就原话转告了，这是韩主席的手谕，拿去过目，告辞。弟兄们，昨个我们刚到小刘庄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有个混账王八蛋干出了缺德事儿。别的大道理我就不讲了，我就问你们一句：都有姐妹吧？没有姐妹也有亲娘吧？要是你们的亲娘和姐妹让别人欺负了，你们该咋办？杀！这就是人同此心呐！把大片刀带上来。我在孟良崮南边那个小山沟里约定了三条军规，你给我背背。不亲民女，该怎么处置你，当着弟兄们的面自己说。该杀该剐我大片都认了，我没啥可说的。你作为副队长，知法犯法，罪该万死。总指挥，我大片刀跟着梁鼎山大当家的走到今天，好不容易才碰到你这么个走正道的人，我本想都怨我哥呀，死在你的手里，兄弟我不怨。兄弟们，我大片刀干了不是人的事，跟你们丢脸了，你们千万千万别跟我学呀，好好跟着总指挥把咱虎骑军这杆大旗扛到底呀。看小底下，没事没事，行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总指挥，您难道非杀不可吗？这以前梁旗主他也……你们要认我这个总旗主，就按章程办。总指挥，大片刀可是员猛将，咱自己祸害。家有家规，军有军法。主席，醒醒！哈哈哈！兄弟们，我大片刀再也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，以后打了啥胜仗的别忘了到我坟头上告诉我一声。
七哥，千万别手软，来吧，剁！我对不住了，我的傻呀，刀下留人呐！不能杀，不能杀！军爷，这位大哥，他真的没有祸害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就放了他一条生路吧，求求你了，军爷。军爷，俺闺女说的可都是实话呀。这位军爷，他就是偷着看了看俺闺女，真的没干那缺德的事啊。军爷，你手下留情吧。总指挥，手下留情。拍苍蝇呢，狠狠地打！来呀！来呀！银杏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要去找我哥。想离开这儿，不行。我实话告诉你，王怀远是政府通缉的要犯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休想拿我要挟我哥！要想要挟他，首先得让他知道你在我手里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走，放开！有点意思。这大片刀把你给看了，哎，这回你又把他给看了，得，两清了。他奶奶的，瞎说啥呢你？哎，大片刀，我怎么瞎说了？所以总指挥让我给你上药，哎，小琴他一把抢过来了，你说说，这上药不就得看着上啊？啊，能带就带，不能带滚一边去。哎呀，哎呦，闺女啊。师傅，总指挥，好好养伤。哎，大当家的，哎，一看这，啥大当家的？我们又不是土匪，叫总指挥。哦，总指挥啊，你看他这伤，这……哎，咱们这边谈。哦。总指挥啊，举啊，你举啊！哎，好。大叔啊，啊，您是个开通人。咱先不说您的闺女的身子让人看没看，就说这兵荒马乱的，是该找个人家。您要是觉着我这个兄弟还不错，我这个当总指挥的做个媒，成全了他们吧。啊，总指挥啊。
我信得过你，可是这心里呀，就是不踏实呢。容我再想一想，行不？大叔啊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们虎旗军会成气候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嗯。这事儿啊，咱就先谈到这儿，等到给队伍找好了窝，咱们再慢慢的谈。成啊，问吧。嗯，那个，他就叫大片刀啊，也没个名啥的。哎呀，他呀，真名叫卢铁牛，外号大片刀。我小金仔，大片刀这个人好，那打仗没得说，对兄弟那叫一个讲究。有一次，哎，小金蛋，啊，我这不听着呢。也没什么，我就觉着大片刀子人不错。哎，这回让我师傅这么一折腾，人老实了，哎，也没毛病，听话了。以后啊，你甭怪他啊。我怪不怪他，还得看他表现。哎呀，这你就放心吧，他以后肯定像我们家酱三儿一样听话。小金子，以后甭管有什么事儿，你就找他，保管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。嗯，行。哎呦，好了得嘞。大叔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不能老待在小刘庄。你说这豹头寨现在还能屯兵吗？这豹头寨，那自古就是屯兵的地方哎。太好了，抽空您老带我去看看。哟，这我可不敢去。哎，总指挥啊，就是你们上那儿去啊，也得费牌子功夫嘞。为啥呀？这个豹头寨啊，叫土匪崔老黑占着嘞。崔老黑，俺这附近这几个村子啊，让崔老黑这帮子土匪呀给害惨了。那官兵拿他们就没办法吗？没有。大叔，您放心，我们早晚得收拾崔老黑这帮人。大叔啊，哎。我让弟兄们都在屋外宿营。哦，可是有几个弟兄伤势过重，想借两间民房养养伤，您看？哎呀，好说好说，总指挥啊，我这就找乡亲们说说去。哎，好好。我记得文天祥有句话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可惜啊，你赵化民不是文天祥，你是一个跟政府对抗的乌合之众物。哎，你能不能等我把这口咽下去再说行吧。水。哎，今天
你们是发的什么善心呐？这人呀，要是吃饱了，就有力量。文清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卖药的，你不要侮辱人家共产党。你北伐的时候就是共产党，我们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对呀。 北伐的时候，我是共产党，可现在不是了。赵浩民，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老老实实交代，交代出你们地下党组织，否则后果你是清楚的。爹。 你把我关在这儿，跟特务把我关在党部，那不一样吗？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关你是为你好省的，你跟共产党跑。共产党？金石药王那赵掌柜的就是共产党，你跟他瀋掺和事儿，我跟着你倒霉。小姐，苏儿啊，你看咱爹。 咱爹，那是我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对对对，是我们旅座啊，因为你，这个旅长的职务啊，都让韩主席给撸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龙虎困山林，金豹出云霄。起来起来，爷死爹走娘家谁？个人顾个人，开门吧。开门开门。山神大老爷，请你保佑俺崔老黑吧。一来，请你保佑。 俺们抱头大战，稳入泰山；二来，保佑俺那没过门的娘们儿身子骨赶紧好起来吧。那旁边老是躺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娘们儿，俺又不能动，心里难受极了。夜猫子，哎哎，哥，哼。 你小子啊，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一宿没回吧？我这你，俺让你弄两个肉果子来进山神，你给俺找到了吗？啊啊！啊嗨，大哥，您不知道，我带兄弟们下去转好几圈，腿儿都溜细了，他没有啊！那村里的青壮汉子。 都他娘的跑光了，剩下的不是病秧子，就是老梆子，他没法用啊。俺不管，找不到肉果子，俺就拿你顶上。哎，开你的天灵盖，喝你的活脑子。别呀，大哥，我还得伺候您呢。老二，哎，你也不想想。 俺崔老黑自打民国12年从卧龙山上拉起杆子到现在，有10个年头了吧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些年，有多少路人马让韩福渠这老小子搅的是死的死，站的站，都没这个球了吧？是是是是。为图俺们抱头大战，稳入泰山啊！对，对。弟兄们，为什么一个个活得好好的呢？是啊。 那还不是因为有山神保佑俺们啊！对对对对，您说对，您说对。所以说，你给弟兄们吩咐下去，把眼睛给我睁大点，不管有什么办法，把肉果子给俺搞到手，最好找那脑袋大的，那过瘾。明白，这我明白。 大哥，您放心啊，我这就带兄弟们下去，再好好转转。我就把我这两条腿溜没了。
我也一定给您找个俩像样的肉果子来，脑袋大点，明白？那样过瘾。明白，明白。我去了，哥啊。董指挥，哎，吃着呢。我让常大牙做了点猪耳朵，我不好别的，就好这口。来来来，都尝尝，吃完了。我把二位找来啊，是想商量商量咱们以后的动向。董指挥，我跟五哥对这一带都不熟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哎，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凡事还是大家商议的好。这样吧，我先开个头。行。孟良崮这一战呢，咱们损失不小，目前军心有点不稳。我琢磨着得尽快打一场漂亮仗，一来呢可以给大家提提精神，二来可以壮大我们的势力。总指挥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们下一步的计划，我想啊，应该尽快的收拾一下这抱头债的崔老黑。这崔老黑有多少人？听说人可不少。哎呀，多少人？这老话说，人多为强，狗多为王。您真以为咱虎骑军的弟兄个个都能以一顶十？他们人多可是分散的，这山头几百，那山头几百，咱们人少，可以攥成一个拳头。你们想啊，他是在明处，咱是在暗处，还是有把握的。我已经派猴七四下打探他们的情况了，也应该有消息了。三哥，说曹操，曹操，三哥，小小都打探到了。程林阳，给我拿酒去！你他娘看我干什么？快！记住，记住，我剁了你！记住！哟！卧牛山的地形，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。比方说，这是抱头镇，这是牛头固，这是狼嘴峰。这是白头岭，这是耗子崖。咱们动作快的话，倒可以各个击破。所以呀，我就是这么打算的。报告总指挥，冯涛队长，他不行了啊！走，来，走！我杀了你！你快给我回来吧！他妈杀了你！大哥。我放一道枪吗？你，我大哥，老冯，老冯回来，我是丁武，彪四，我他丫杀了你！哎，站住！三哥，你看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把他给我摁住！给我拉什么音量啊？哎，彪四，你还敢回来？我他妈，我劈了你！我劈了你！我打了你，打了你，都松手吧。哟，还真灵啊！董旭主，他这怎么了？他是伤口化脓啊，毒气郁积，神志不清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恐怕性命不保啊。那咋办？我倒是有一个方子。可以治这种伤啊，不过，不过什么？这方子缺一味药。缺啥药？让七哥赶紧去金水县城配。啊，对，我不行不行不行。这味药啊，叫金线草，功效是清血败毒，一般药房没有，只有卧龙山里。卧龙山？那具体什么地方啊？小时候，我爹带着我在抱头寨下面。采到过金线草，这样吧，待会儿我带着虫草到抱头寨去一趟，看看还能不能采到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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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抱头寨是崔老黑的老巢，你去啊太危险了。别说是崔老黑的老巢，就是阎王爷的炕头也得采啊，要不老冯就没救了。太危险了，您不能去。这样，我找几个弟兄让他们去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这金线草啊，
跟另外一种叫蛇尾草的非常相似。金线草能救命，蛇尾草可是剧毒，万一踩错了，不但救不了老冯，还让他死得更快。总指挥，您不能去，您万一去了，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们怎么跟弟兄们交代？我和虫草扮成山民的样子，悄悄地摸到包头寨下面，踩到金线草，立刻就会。佐田さん、ワンホイの居場所はわかりました。どこにいる？山東南部の卧龙山の小編です。卧龙山区。確かな情報か。全体大丈夫です。その前日、我が国の東アジア公共株式会社が韓国の山東小政府と手を組み、調査隊を組み立て、山東南部で金を探しています。そのことなら私も知ってる。確か参謀本部からいじめの特攻追は知ったのか。はい。この未定の名前は青木健一。彼は卧龙山で調査次第でところある民間武装を発見しました。その旗のまままさに補給軍です。補給軍。すぐ天子さんに伝えろ。彼は反復中に免職されたばかりで、今言って閉じこもって過ちを反省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。二つのものを用意してくれ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待て。もう一つ。確かに東京へ私の計画を伝えなさい。はい。那个就包头寨吧。啊，是。哎，这我瞅着比那个木梁谷还小。是啊，这沂蒙山呢有72故，就属这包头寨下。哎呀，歇会儿吧。在卧龙山这一带啊，有一首民谣。叫抱头寨，抱头寨，狮子老虎都不来啊！那狮子老虎都不来，咱爷俩来啥？走吧。轻点声，这山上山下可都是去老黑的人，哎，别让他们听见。哎，这边看看。飞龙，哎呦！这哪儿来的毛贼呀？啊，胆子不小啊，敢到我们抱头寨脚底下来啊！我们就是采药的农民。农民？你们俩哪个村的？就是南边槐树沟的，这是我外甥，我舅。大老爷，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村里人有人得病了，我们采点药回去治病了。小贼，你们俩今天有福了。不是，大老爷，哎，这话是咋讲啊？是这么档子事儿啊，我们大当家的说话就成亲了，这不让兄弟几个下来抓几个人入股子，好几天了，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，没想到啊，二位今儿送上门来了，懂事啊，得了，甭跑了，跟着上山吧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大老爷，求您饶命，这村里的病人啊，
还等着救命呢、啊！甭他妈废话，捆了，捆了！哎呀，哎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哎呀，好。快开门！你娘嫁谁关我屁事！二爷，我今儿是旗开得胜，麻溜的。开门，开门！师傅，看来我们这次是凶多吉少啊！开瓢的小刀，给俺磨得光光的。中，抓紧啊！麻溜的，叶毛子。哎，哥，你小子啊，这两个肉果子成色还不错。哥，不瞒您说，这俩肉果子，一个有点偏大，一个有点偏小。哎，不过这体格都挺棒，精神也不赖呀。那那个年纪大的归你。哎呦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哎，抓紧抓紧啊，一会儿就进山神了。舒服些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怎么被抓上山的？说起来话长了。这崔老黑要娶第五房媳妇儿，可他媳妇儿得了一种怪病，谁也治不好啊，就把我给抓上山来了。啥病啊？我也看不出什么病啊。我在县城里头行医，他们把我绑到这儿。脉象沉不沉？怪就怪在这个脉象特别的怪异，还真瞧不出啊。这崔老黑把十里八乡的这个医生都给抓来了，可谁也看不好这个病啊。结果呢，把他们一个个都扔到山涧里去了，粉身碎骨啊。我是最后一个被抓上来的，我也看不好他们的病啊。他们把我打了一顿，估计今天晚上啊，就得把我扔下山去了。走，咱们看看那肉果子去。好嘞。刚才崔老黑手下抓我们的时候，管我们叫肉果子。这肉果子是啥玩意儿？这崔老黑呀、啊，
很相信卧龙山的山神，他每过一段时间都要抓一些青壮年的汉子，用他们的心肝来祭山神呐。他不但娶了五房姨太太，他还要吃青壮年的活人的脑子，说是补阳。吃活人脑子？这周边的男男女女呀，都叫他祸害老了。这在古书上我看过，这些残暴的君王吃活人脑子补身子，这个崔老黑畜生不如。二位，时辰到了，山神也等着呢，抓紧上路吧！啊，带走，来，快，好，快，是，啊，山神大老爷，夜猫子终于搞到入国的了。你稍等片刻，他们正在开膛破肚，吃了他的心肝，给你老人家下酒。哎呀，打不敬打不敬，来祭奠你老人家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再狠你打死！先收拾这老的。二当家的，咱是先挖心呢，还是先开脑啊？这大当家的好长时间没吃人脑了，先开脑。好，我下手利索点，让你少受点苦。站住！我有话要说。气冲天岗，男儿一笑别爹娘，弃鞋在沙场。平地是钢镰，挺地是脊梁，一根金针伸刀枪，寸土都不让。哎哎哎哎哎哎哟，正义敢天地。